两个好欢乐，是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欢乐的地方。对，这里是中国氧吧的上思县。刚刚我们两个看到没有，骑着自行车去十万大山晃了一圈，疯了一圈，特别贪婪的想呼吸这里的氧气。是啊，这空气真的相当的好。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有幸带领着我们上思县的父老乡亲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特别节目。快乐出发，相约上司。首先我们要进行的第一项比拼就是两人三组。两人三组比赛规则，用绳子分别将两人的一条腿绑在一起，形成两人三组，在100米的跑道上比赛，先到达终点且用时最短者获胜。首先登场的两支队伍已经准备好了啊，咱们是什么队伍？咱们有口号吗？没有口号，有信心吗？有信心啊！第一个出场有压力吗？没有压力，更那这次有信心打到他们没有？哎呀，这个肯定啊！加油，挺进三强，好不好？好，来，两支队伍，预备，出发！嘿嘿，我们不仅是同事，而且是关系很好的同事。看我们跑得这么快，您肯定就知道了吧？这个膀子的时间用的有点长，加油，加油！坚持住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接下来出场的这边的一组是叫安香的啊、哦。前面刚刚看到两组比赛有没有学到什么窍门？要快，要出兵，要准，要迅速。哎，所有的要领都被你学到了。好运，好吧，加油！有没有信心赢他们？有。好，来比赛。简单明了啊，但是充满霸气。哎，两位加油，先准备。来，另外出发。绑腿的速度一定要快，两人同心协力。我这边已经可以了。你们这两个还说什么必胜，吹的吧，关键还得看我们的实力。哎呦，还是不太默契呀。快乐出发，相约上司耶。好，加油，来我们现场的啦啦队都给他们加油，好不好？哎，这两位选手不苟言笑，明显是憋着劲儿在比赛上啊，看这冲刺的速度就知道了。这位大哥，你说你平常遇到打的是玻璃球吧？步调而且不是很一样啊。有人会在问我们的两人三组为什么要抱着一堆柴火啊？要告诉大家，其实柴和财是有同音的、谐音的，所以呢，这展现了咱们上司人民奔向美好生活的一个愿望，要抱财，对不对？体育强不强？强！哎呦，喷话筒的气势。平时喜欢打篮球，对不对？差不多。看小伙子身材就不错啊，美女也很厉害。对。